啊，无看的吗？前斜。对，右走。还有没有人要丢什么的？赶快说。放一下去下啦，然后上去。好笑嘞。他给气到吐血。六日可以提早说在哪里啊？每天在哪里都提早，都知道的。礼拜六在哪里？礼拜六老爸在八卦山，儿子在东兴市场。礼拜日老爸在竹东中央市场，帅儿子在乌日火车站前面。今朝新手哈。好，说了哈，礼拜一、礼拜二目前都休息。章鱼脚是他公他。来，我再说一下，礼拜一、礼拜二休息，礼拜三，儿子在大园。桃园大园，老爸在台中东兴市场。礼拜四，老爸在丰原，儿子在嘉义。礼拜五，儿子在土城，老爸在台中第五市场。好，全部说完了。虾卷花枝丸葱抓饼，虾葱抓饼有，葱抓饼你要留几包？虾卷有。六两万六七，300块。花枝丸有。今天有水饺、锅贴、好卡拉鸡，下面要来改造饭店哦。好，明早各位要买啥？大肠面线，蚵仔煎。我再添500。1000块的黄鱼几条？10条。好，等一下帮你留哦，证明。不想卖，不想卖。鱼肉等一下帮你留哈。够人卖不？哇、哦！多少钱？黄鱼留一千，虾仁500块。啊，你有鳕鱼不？有啊，鳕鱼要1000块大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卖500块。卖500块三袋。好，来。来500，不然卖黑的吗？好啊。来，黄鱼留1000。哦，好。来，我包这里。来喽，来。星期五在哪里？星期五儿子在台新北土城，老爸在第五市场，台中第五市场。左边一二，左边呢？你来给右边啦。左边好，左边好，好，你看左转角，赶快右转。你在这下，你在哪里做？去桃园。好远。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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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要冷汤的。先花红的红的三红的，肯定有200块。两百块，我冷汤的。了解。他就不过，不过较久啊。他要头上个大户。新土城地点在哪里？延吉街164号，礼拜五。一整箱的银花鱼几只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有时候只有四五只，有时候十几只，有时候二十几只都有。听嘛喽，都7500。对啊，一个两百。OK。7500。好，那个买500块就好了。还有先卖我哎，200块，200块了啊。新彤，你为什么这么着眼于水边的？我那么 OK 不？最好几分无啊啦，来这个，一四只存这四只来，搁再来500块 ，OK， 来边啊。啊，存一只甲四只是100块就好了。啊，这里就是600了，好了。给500。再来要吃什么？加。啊，对，黄鱼1000。黄鱼1000拿呗。黄鱼也未留。没啦。没啊，好，那我就黄鱼留啊。咱这狗买两包，这个用这一条，我看来35块，一包是要10条啦。超市要买一包卖2块，200块，先卖200块。什么咱这狗等于用个烧啊？你啊用烤箱、微波炉，哦微波炉用油煎这，用电煎这，季节拢会使。这狗这到啥超市同啊超商同款啦，超商一斤一条还卖35块。个人买两包来200块了。200块。哪里有7500在桌上啊？你喜欢那个刷刷声，果然特别的不一样。我想要黄爷，我头前个是。来，国龙早，早就早安。我想要黄爷吧？哇、哦！来虾卷呐、啊，七星炉呀，虾卷、葱抓饼、回鱼丸，请问三只500块？哦，刚好搬了，无，你三只500，什么无啊？徐文去找，哎呀，胖子，哎呀，好，啊你啊，阿伟，下次帮我照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你过一下包人，我来无伊惊这吼，我来讲无包装纸，对，这要高人的，这要高人500的，你先卖我问一下同款啦，免500，免400，好不好？再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少讲一下，300块同款，袂得啦，300块，咱只过一下包无，过一下包300块。还够想买只贵一下包300，不300想买只300块，300，贵一下包。最近北上，哦，够300块想买只300块，300够想买，300。手两点外钟，连一个国内都无耐手的。没有啊，就单纯没不想开而已。多利鱼有吧？应该有。
现在要200。下次捞一下。买个什么虾仁姐200块。很大。没有了。过两个香烟卷不？老结婚哦，老结婚哦。Yeah. 啊？好啊。留一份啊。Yeah. 没关系啊，反正没差。Yeah. 你可以不要。话中有话哦。这句话话中有话哦。没关系啊。今天结婚呀？哪天结婚？不可以这样啊。我不可以当一个有心机的人，你想怎么对付我？你说。我打破他口线了，走，哥，不可以这样。这我还是出现，你确定叫你有那个老尾？没有，我老。你看我个老袋，又在，又老死。不要看老。哇！哎呀，最后一个200谁啊？我啊，你给我旁边。没有。没，你回哪里买呀？好好，好，谢谢。有红包，你有没有记得买呀？300块。哎，一两一三一二一四一二一。压尾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算账，来，算账，耶，箱子拿来，箱子，干嘛？那一个箱子，哎呀，要丢，来，哇，上，哦，我现在剩下钱啊，你看好，哎，六百，加300，900，900加200。就可以的，弄好了。还有这蒸鲍鱼呢，哎，这酱鲍鱼呢，有人要鸡腿排吗？好有鲍鱼，哎呀，不要紧，这加热就好了。来，有人要鸡腿排，不要紧，你也要哦，哎呀，不要紧。啊？还是要吃8000卖，有啊，还超前。YouTube 叫吃饱睡，这三台叫海鲜拍卖，海鲜拍卖2.0，海鲜拍卖2。海虾子好了，海虾子满500块。
斗六场为什么连三次都没来？斗六场放弃了。哎，五百块钱。斗六场赔钱放弃的。你那个先放起来，我报过。这边。走六场做六个月赔四个月放弃的。哎呀，我那么聊，下次好。加油！推进来，推进来，这个前面更强，能包能包，能包两百块。我想要有一千能包能包，来这边。还有一千个什么奖能包能包，还两包两百。还有谁要两个？有一千五。有一千个先卖，一百个钱。来，好三百。哇哦！哇哦！你别嘞，咱等下一直包起来，变好嘞。啊，这有人卖无九孔包，这拢给你捞好啊。但是你搞用个小料啊，这有好你去买哦。你话用这一包都五两，一包都五两。对啊，要现场购买，现场现场现场。一包卖两百来，两包卖四百，我今只卖五百，我两包五百嘞。为什么四小时的都变成二十块？等你加热点噻，你讲摆四小时的，你讲摆半盘，你两日去是卖吃呀？做两半料啊，强买两包，强买两包，强买三包，我今只啦，九孔包上来啦。等起后，你若搁要甲煮卖卖噻？煮卖金鸡汤，我再强买三包，我今只五百块，四包五百啦，四包五百块。我们讲五百块对吧？包鱼，我爸，我爸，我爸，五百块对吧？五百，我爸，五百，五百块对吧？五百，我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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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百块对这鲍鱼，正鲍鱼，这不是假，这假鱼无落假嘞，没有法吃的。鲍鱼啊，一包这五条，干那这五条，你话好听，你话好吃，我卖，我这一包五条在落地啊，强买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六包啊，五包好少钱，五包，我们吃无五包好，哦，吃无要买三包、三包，三百块等于吃我卖三包好，三包啦，我们吃无三百块，鲍鱼三包好，鲍鱼三包。鲍鱼沙巴，好，什么叫鸡柳条？鸡柳条买两包两百，好。所以每个厂的地方也要看合不合人家的说风水地理。过来，我们讲鸡柳条，鸡块来这包气死的，两百。来，头前一个。我想要吃两百的，两百块，两百块还有谁要吃两百的？我想要吃鸡卡，一只两百块，来这规鸡加一包卤汤哦，你等于用个小点。对啊，两百块就没有人要买。那个是正鲍鱼哦，蚝油鲍鱼煮好的，回去加热就好了。两百块，鸡卡加一斤。哎，把锅先放下来，两百块两包。不用跟我加油，跟我加油好像做我做的都不好一样哎。帮我多加点，你加热就好了，整只的。怎么加钱？加热完之后，你用加刀，像那餐厅加刀嘛，那加加。我们在安尼就好啊，这饭菜很好吃，肥又不腻，肥拢袂嫩，哦也肥拢袂嫩，过人要吃无个问题。两百块，两百了煮饺，其他过人要吃无？哇，来，我问题个人吃水饺呀，水饺起来好袂吃，无水饺啊，水饺，水饺吃，过人水饺吃。对啊，要懂吃。你看那种 一整盒的鲍鱼啊，之前那个熟冻鲍鱼二十克装的那个，我两餐就吃掉一盒。你水条讲啊，你水饺哦，一包会钓一百粒。你去我好超市去啊买就对啊，超市你买我好一包拢炒五十粒的，五十克装的，哦五十粒的我用这营业用，这内底啥高丽菜水饺，哦这高丽菜水饺你啊一百粒哦。
等你搞哦，三十粒，食水饺免去加啦吼，三水饺都简单了，大只一百粒，无好五十粒袂来侪，五十粒吼，我来用这有白水一家香的呀，何家香、一家香这种共公司的，这种大白水好食，五十粒的水饺偌侪，上再落开两百块，这哦一百粒等于乘以二了，等于卖四百，我少一人个食，买无好食你搁来买着啊，好食买一包卖四百三五，少一什么食？你包拢是哦，都好袂爽的，三百块零，三百块。三百，两分钟三百块一条，一条出三块，八方银子一条五方，对不？需要讲诶，阿金哥，阿金哥，一条五方，我卖啊，我要分钱我，对吧？卖一条，什么都可以卖一下、啊。卖鱼啊，卖猪脚，卖早餐店都啊，明明要卖遐，要卖这。加金是帮你讲诶，卖惨。工会，别人也好卖，伊拢派卖；啊，别人也派卖，伊拢派卖。无效的，你感觉是要拍嘛？是啥物样？伊无咧山顶，无要紧。无咧山顶。伊无咧山顶，你继续。你有人买无啦？老师，我不记。你一包三百尔，无人买。二啊五啦，二啊五，一点两块半尔，两百，现在两百块。有人不交？想买？有人买？有啊，边啊有啊。一百粒的，不是五十粒的，一粒剩两块银尔啦，一粒剩两块银，你干那猪肉好买两块银，我买偌济偌多块钱猪肉，肉以外就买袂着，来咯来，一百块包包去，来，不想要吃猪脚的人，用三百的来，一百粒的，一颗两块钱，一百粒，不是五十粒哦。这间公司的水饺对啊，干那外口五十粒，还卖你百八、百九、两百块啦。我先来，两百块，一百粒两百，要吃两百块，过来要吃水饺两百块。你傻傻的，你啊水饺还不吃？水饺，是要吃锅贴？你老师叫嘛锅贴？再用，这边遐街边啥东西？不错。哪个安尼卖落？这边就因为卖钱就来控。你卖这鱼啊？卖水饺？卖锅贴？这边还卖什么？卖鸡块？我阿先卖。这老板也会卖吗？不知道。一尾、两尾、三尾、四尾、五尾，五百块对吧？过来，要吃五尾鱼无？五尾鱼水的，六只金丝丝、目珠金丝丝、三尾、五尾、四尾的。我先要吃五尾鱼的，边啊边啊。六只红水宝宝、目珠金丝丝，我先要吃五尾鱼的，两尾、两尾、五百、四尾、五百、五尾、五百好了。我先要吃五尾鱼的，两尾来、四尾来啦。还是五尾五百块，什么价啦？五只五百块，个人要吃五尾鱼无？五尾五百块，要吗？我要三只。我百先卖，来五百块。可以买两只吗？我等他。好，那你们两只加起来就五只啊，这没关系。好好。我干你，我也不会不要进来了。三只的三只。我们家分就好了。你要分了，我们自己分就好。多少钱？给我。拿过给钱，多少意思？你有没有在打牌？没有。没有，好，那没关系。跟打牌有差吗？有。他在哪里？他就有。公鸡把输掉了。哪嘞？我省的，我省包的。